走开。那你该让我知道你要去哪里吧。我要去参加国安国小艺术嘉年华晚会。为什么？给我15秒，你就会明白。Let's go 的艺术系走回去，走回去，走回去。国安国小艺术晚会在哪有精彩绝伦的表演？快来参与这盛会，绝对让大家大开眼界。国安国小艺术嘉年华晚会，晚会开始。校长、会长、各位老师、各位嘉宾、各位同学，大家晚安。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这场晚会。我是亭亭玉立、仪态万千的亭仪。我是点杠五名声，下杠五处名的朱立伦市长的朋友林立伦市爷。我是聪明伶俐、玉树临风的玉祥。我是风神秀雅、落落大方的秀云。今晚的节目内容很精彩，请大家拭目以待。首先，让我们一起欢迎国安国小赖秀英美女校长致辞。好，非常谢谢我们这四位美女帅哥主持人的介绍。好，那今天晚上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家长还有各位贵宾。哇，我们的人数我看一看比去年还要多，可能明年我们又要加买椅子了，不然会坐不下去。那真的是非常感谢各位贵宾还有各位家长能够拨空前来参加我们的艺术嘉年华晚会。那这个活动呢，其实已经从我们前任林立峰校长，然后在之前的徐大伟校长，这样慢慢慢慢的酝酿，那到我这边我们依旧把这样好的传统，让孩子有一个展现舞台机会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继续把它发扬光大下去。所以呢，在礼拜一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先做了一个艺境天堂孩子们画展的一个开幕的活动，那搭配呢一些陶板的作品，我们今年有让每一个毕业生的孩子都留下他们的姓名还有一些手印，让他们的记忆回忆留在学校里面那一起守护国安。那今天晚上就是我们整个晚会的一个整个系列活动的一个高潮这是一个晚会。那这个晚会呢，我们非常感谢平常指导的老师，还有各位家长，你平日辛苦栽培的各位公子还有大家的公主，你们的才艺表演都在这个晚会上面会即将让大家看见他的成果，同时呢也给孩子一个肯定的一个机会。那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足球队我说足球队我们会踢球，还要会跳舞，还要会唱歌，真是多才多艺。还有我们的志工妈妈都将会为各位带来非常非常精彩的表演所以请大家拭目以待。那再次非常热情的欢迎各位来参加今天晚上的晚会。那在这边呢，刚好我们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那我在这边呢也祝福我们所有的与会的各位来宾你的母亲还有在座各位母亲，母亲节快乐，谢谢。
好，那接下来呢，我要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与会的来宾哈。那因为会长呢，他待会第二场才会过来，因为他现在在苗栗，所以呢，待会我们会请我们的吴中副会长帮我们简单的致辞一下。那因为今天与会的来宾非常的多，有的可能散落在人群里面，你没有在签到桌签名所以如果没有看到你的也请今天就比较抱歉一下，待会我们就请挥挥手一下哈。好，那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立法委员蔡景龙服务处的特助许维腾，许特助。好，议员陈淑华议员的助理李建富，李助理。再来议员张廖湾间的助理陈义安，陈助理。还有我们市议员张廖乃伦的助理钱玉豪，钱助理。还有蔡其佳，蔡助理谢谢。好，接下来我们有康乃尔康乃尔这个英语学校的陈校长。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与会的来宾我们先从校长这边来介绍我们协和国小林立峰林校长。好，再来我们张武忠副会长，还有我们亚代副会长。那我刚才还有看到我们陈明仁副会长在那边。好，那还有蔡景蔡委员，蔡景问啊，蔡委员蔡景敏，还蔡委员不好意思，李景敏李委员谢谢谢谢，抱歉。好，那我们我们退休的主任张嘉宾张主任。好，那与会的来宾是不是还有我们家委会的，是不是也给大家挥挥手一下？好，谢谢那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家长小朋友，是不是给所有的爸爸妈妈一个掌声鼓励？好，谢谢。来，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五中副会长帮我们简短的勉励一下，谢谢。校长，林校长，各位贵宾各位家长来宾，大家晚安刚刚我在来的路上我们会长林会长打电话要我帮他致辞所以我就斗胆来上台来讲几句话。我在这个国安国小将近十年担任副会长的时间，我每一年最期待的就是今天晚上这个艺术嘉年华的晚会，因为这个音乐这种艺术可以鼓舞人心，振奋人心，它对我们的心灵有抚慰抚平的疗效，还有鼓舞士气的一个激发的作用。那么所以我都很期待，如果说我能够抽空，我一定会来参加这个艺术的飨宴。那么很高兴今天晚上准备了这么多精彩的节目那要跟各位嘉宾来分享。那我常常看到很多优秀的这个表演的同学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都非常的这个感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把他们平日非常努力的所学到台上发挥的淋漓尽致。那么我就想到，因为刚校长讲到也不能免俗，那么过两天就是母亲节，我在这边要祝福所有的母亲尽欢颜。那么各位小孩子，各位同学，你们有这么优秀的成果展示，当然要感谢指导你的老师，感谢学校，但是最应该感谢的应该是你的父母亲，父母亲栽培你教育你养育你，这个功劳实在是比天还要高。再来就是说，这些小朋友 在这个台上能够表演得这么好，这个可能只有短短的五分钟，那么台上的五分钟是
台下的十年功，他们是日积月累，非常辛苦努力学习奋斗，经过很多的挫折考验所得到的一个成果。那么我就想到，我们不论做学问读书或是学习一技之长，尤其学习音乐更需要很多的时间不停的努力。像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周杰伦这么成功，每年有这么高的所得收入，那么我们要想到周杰伦，他妈妈都说他一天要练十几个小时的钢琴。所以看到别人这么好的优异表现的时候，要想想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一触可及，不可能不劳而获，一定要付出很多的辛苦的血泪。那么我在这边也要勉励各位，就是说学习任何一件事情，像刚刚的我讲的音乐，时而习之以一挡百，时不习之以百挡一。就是说你如果平常很努力去学习，去训练你自己的能力，那么你一个人的能力可以抵挡十个人一百个人，如果你不努力，那么一百个人也抵挡不了一个人的优秀的能力。好，谢谢各位，请各位好的来聆听我们今天晚上最好的音乐响宴，谢谢各位。